然后里面的那个住户就跑出来，就说他手断掉了，因为可能是不知道是气爆，要把他手炸到。然后里面的那个住户就跑出来，就说他手断掉了，因为可能是不知道是气爆，要把他手炸到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。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